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你好，二师八戒，你们眼中的老实人，既能吃又能喝的老实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老高不老也不高。今天我的好老弟已经成功晋级，从海选赛成功晋级到了分区晋级赛。大家继续支持八戒，点赞、关注、加弹幕、评论、加弹幕。下面有请八戒教大家最实用的收车绝招，一支视频送给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高，你好，二车八戒，你们眼中的老实人。今天老实人送你们一支视频啊，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很多就是啊，给大家介绍，你就比如说啊，我这台车怎么验啊，那台车怎么验，几招几招教你。验好一台车，怎么让你去买一台车？怎么能让你以一个低的价格啊，相对来非常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，得劲儿的价格去买一台车？今天八戒的这条视频啊，就送给视频面前的大家，让你一招，仅用一招就能让你选购一台你心仪的车，而且是直接在车商手里边拿车，非常简单。只需花10元钱去美术社打一张什么呢，打一个工作证。我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工作证，来，能看清吗？一二三，好了，没看清的一会儿回去截屏吧。这是什么工作证呢？这是一个贷款公司，就是金融公司二车车贷公司的工作证。你只要这个工作证一上身，无论你穿工装也好，普通衣服也好，只要你有这个工作证，去二车展厅啊，比如说我进了一个展厅，有销售过来了，迎着你过来了，你把这个工作证啊显摆显摆，就这样式的啊，他一看啊，贷款公司的。然后你就跟他说，你比如说你想买一台迈腾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说你家有没有迈腾，我有个客户给我评一下车啊。如果他家有，他就会领你去他家展厅停放迈腾的位置，不用你吱声啊。一套流程下来，最开始是啥？最开始他先把车的手续拿过来，从头到尾给你拍照。你需要拍什么呢？行驶证啊，拍一个照片。然后呢，大本从头到尾不要缺边缺角，把整体大本拍进去啊，一大本的照片，然后什么呢，交强险的照片，然后车仪表公里数的照片。这样的话你就会了解这台车到底是不是纯一手车。最重要什么呢，现在二手车贷款评车必须要拍哪儿呢？机舱，整个机舱和四梁六柱，整个机舱啊，就那个叶子板加强筋那儿是否有过碰撞，然后和前后所有的就是车体相连的部位，所有的地方都需要拍照。这些你如果不懂啊，你可以问销售，销售会一步一步带你去。因为很多金融公司的新人他并不懂车，所以说销售可以协助你。只要你啊，像八戒似的露出一副老实人的面相，就可以让你把你想买的这台车了解的知根知底，一点都不会让你错过这台车任何细节。然后车况你直接就跟销售或者是车行老板问就可以了，他会如实告诉你。因为毕竟是一个车行带展厅的，如果他给你报车不准，那他家也不可能现在一直在开着一个车行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刚才可能说得快，有的车友没听明白，我重新给大家捋一遍。先花10元去美术社打一个工作牌啊，就是我按我视频刚才那个手机照片那样的。然后第二步，到车行找你想要买的车，进去找老板也好，销售也好，跟他说我要评车，我要评这台车，我有客户，然后问一下价格，底价多少啊，这些信息掌握好。然后呢，去看那台车，把所有的车的细节一定要拍照拍好，一定要拍好。厂牌找不着问销售，然后所有手续是自然而然你都可以拍得到的。然后最后拿着这些东西，你手机里的照片回家啊，对比一下其他车，
这个比如说这个叶子板加长筋跟另一台新车的状态是否一样，是否有过碰撞，很多细节只要你用心拍，拍个四五十张照片回家，如果这台车有问题，你一定会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。然后这招只适合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大的啊。然后在这儿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去看一台车，你当场可能不会把这台车验得那么明白，没关系，一定要听八戒的，把照片留好，回家慢慢看。然后这就是八戒送给你的一支视频，如果你还是没听明白，还是没看明白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一一给你解答。不要忘了评论、点赞、加弹幕，最后最重要的，安全第一，拜拜。